为什么有时头部啊就像抽丝剥茧似的感觉，越静下来念佛，这种现象就越强烈，这还是属于业障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形，或者是类似这种情形，不要害怕。应当将精神意志更集中，更认真努力去念佛，拼命去念，把这个瓶颈突破就好了。障难可以依靠佛菩萨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我们诚心诚意去念，就得到佛力加持。这些业障啊，纵然不能消灭了，决定可以减轻。